我邀请我的朋友那个好浩瀚，浩瀚哥哥，然后跟我一起来唱那个我的代表作《鸟人》，好吧？浩瀚哥哥，我们是说相声的，第一次啊，第一好次吧？和妹妹合作。嗯，好开心。OK，送给大家这个《鸟人》啊，要么飞，要不坠落，来吧。会唱的，在你们的屏幕那方也跟着我一起唱吧。不要在意别人脸色，生活就是要自娱自乐。偶尔接受别人眼光，也是要建立自在飞翔。太棒了，浩瀚！原来直播这么有趣的。我很多人说，就问我是不是很不快乐啊？因为在舞台上又是由于那个经常眼睛容易红，写的歌也都比较怎么说呢？有一些悲伤的，然后有一些励志的，比如说像鸟人是吧？其实我还真的是个挺快乐的人，只不过在快乐的时候，我总想不起写歌这件事儿。然后，但是悲伤的时候你会想是吧？悲伤的时候特别容易，因为。当你悲伤的时候，因为很多时候你不会说跟别人说，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成了我们抒发自己一些悲伤痛苦的时候，或者是写一些励志的歌，或者写这些情绪会连续的容易用音乐来表达。嗯，咱们唱一下《心似黄城》，你还记得吗？应该记得。那个秋天 ，OK， 好，再唱一下《心似黄城》。嗯。悲伤啊那个秋天有人心事飘摇，踏着落叶吟唱忧郁和伤的静悄，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，
无可否认，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，在青春某个片刻主宰风暴，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，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光照，心思光照还要不停寻找，历经漂泊追逐生命风暴，秋去冬这场心事飘摇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，谢谢谢谢，四十了 ，OK， 记得明天的梦想的声音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啊，拜拜。